你不先把这四个螺丝拆开，拉板上面，用四毫米的右脚螺丝扳手。扩展图还是什么？啊？你看。然后小心一点，把这个慢慢的掀起来，慢慢的放。然后这边是里面，这边是里面。第二步，把这个电源线给它拔掉，把屏幕的信号线给它拔掉，把信号线和电源线顺出来。两个拔都要检查。如果这里有扎带绑着的话，可以钳子把它剪开。你有关不漏气上的线就放上去了吗？剪开了，然后屏幕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就出来了。把双手放在屏的两边，然后顶住这个钣金，用力往外面顶，用手用力往外面顶，顶的话它会往外面出来，只要用力，这个胶就会松动，就会脱落。